因为您写过一篇这个自述性的散文，就说我是农民，对啊，你是一个好的农民吗？严格讲不是个好农民，嗯，有一个他的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，干不了好多东西，嗯，我都你要农村的活路我都会干，嗯，但是都干不了，嗯，为什么？我个子不高，嗯，力量不大，所以在农村吧。我当了个五年农民吧，在农村待了五年嘛，从初毕业一直上大学的期间有五年时间，这五年时间吧，基本上没干，你说犁地啊、扬长啊这些，只有稍微带点技术活的都没有嘛。嗯，但是你好像就扛过石头，嗯、扛过沙子。那些你所有人都得扛，嗯，妇女也得扛，嗯，妇女也得扛。你看我一月一天的工资，工分吧，只有三分嘛。啊。一般一个劳动日吧，就是十分工。你只能拿三分，我只能三分，所以相当于跟那个妇女队是一块儿工作。妇女还八分哦，妇女还能八分。